谢谢本神胎。哦，谢谢本神胎。等一下，好忙哦，一直抢红包。谢谢本神胎。谁还没，谁还没看我们的影片，给我上去看呢。嘿呦大家。谁还没上去看我们的影片，上去看，现在赶快上去看。我原本很担心我的脸很丑哎，我原本担心那个就是刘海开了就会丑到变丑八怪，就发现好像还行哎，还行嘛，没有刘海也行嘛，果然是人脸长得好看就可以了。嘿大家，只是刘海崩了，不然我直接给你看。不要，不会啊，开头很仙，真的吗？看完了，听说周同学缩成球，我真的是可以示范给你们看啊。我那时候真的是缩在大叔的后面，然后我也不知道，好，不行，我们要从敢想要从头讲，差点摔手机，叔叔摔手机哦，怕哦，惊怕哦。大家晚上好，好开心啊，看到影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阿凡在开心什么，上我们的官方 YouTube 看影片就知道我在开心啥啦。先巴士喵喵，好啊，来当喵喵，来当喵喵，喵喵喵。好，我们听完了这首歌，然后我来跟你们讲一件今天最劲爆的事实。最劲爆的事实是我现在才知道是他们四个想的 idea。 我一定要拍完超久，然后今天上架之后我才知道，哦是他们四个想的。那你最厉害的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四个想的，哇哇，帮 QQ， 直接帮 QQ 哎、欸，惨了，糟了，不好意思。人家看到你在红线大叫，以为你的车被拖掉。一次66个比较会中，结果第一次看人一站是跟一仔一起看，一仔喊我低噪，哎，这发言唔汤。祖上明明没非洲血统，我就想不明白了。我一定会哭，看完直播再补 MV。 它其实也不算 MV 吧，就是算是我们自制的一个特别影片，这感觉不太像 MV 耶，就是因为就是不是一个很正式的东西。我觉得你们喜欢吗？我好快乐呀。还有我的淡水线，哦是淡水线，不是红线，哦不是那个，哈哈，走开，不跟你们好了，吱吱，直接一个分裂，恭喜你骗到我了。66没中就再一个一个丢，太有规律可以抓，真的假的？那我要自己丢自己礼物呢？傻八七，自己丢自己礼物。
你是被浪派来的小间谍，主播自己不能丢自己，太伤心了。我也想要享受暴击的快乐，我不能有暴击吗？主播就不能有暴击吗？主播也想中奖啊！谢谢本神台送的 sweet candy， 不然我开台啊！叔叔说要开台，大家要去看叔叔的台呢。我也没享受过，人品就要再丢66个。本神对人很好，他不会骗人的啦。阿潘可以星期六去面面直播，把他丢上小时吧。不行，我最近好穷哦，我最近那个一直去人家那边浪，然后一次都丢很多，我现在穷到爆。叔叔要在警察局跟 Miso 直播吗？什么时候他也上警车了？然后一次都丢1000多。现在本神推送的人气便当。阿潘在吃薯条，我发现吃这个手会油油的，我去拿个卫生纸。你们有会走路吗？不会。捡到人哦，不，赢了 ，nice， 今天首胜。然后正常我也不要。阿潘果然是用滑行，阿潘当然是用滑行的，这可是我的法拉利耶。嘿月月，晚上好。嘿 Kevin， 晚上好。帅元，帅元为什么名字倒过来了？嗨帅元，好久不见。嗨玉安，玉安晚上好。可恶，滑得回来比较快吗？想不到吧？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他是我法拉利也不行你。那不是帅元，那元帅是怎样？可是他是元帅哦，元帅哦，元帅也是个词哎。对，我现在看到元帅，我都想要帅元的哦。不好意思，太伤心了，原来帅元还是不会来看我。你星爷吗你？原来你是坐学步车开播。忽然得知哆啦 A 梦 MV 他是就是成员自己，也不算是自己拍的啦，总之就是成员发想的特别影片，然后送给你们的。然后我到今天才知道是他们四个想的，啊哈哈哈哈，真是不好意思。他既然都上架，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关于拍这个影片的心得。谢谢蝴蝶结送的星之冠。然后那天拍影片，其实比较印象深刻就是那天风很大嘛，就是影片里面大家都有讲，就风真的超级无敌大，而且我真的是乌鸦嘴，就是因为都一进到底嘛，所以中间一定都不能看，只要风一吹起来我们就全部都要重跳一次。然后那天光是第一个镜吧，就是第一个在草原上面所有人拍摄的那个镜啊，就拍，我记得好像应该有拍个十几次，应该有拍个十次左右。嗨飞彪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上传了一部乐福修行的特别影片，可以上去看哦。然后现在在讲拍摄的心得，然后那天风超大，然后我很乌鸦嘴，就是他只要风一停，然后我就跟姐姐说没有风了，然后下一秒风就会爆吹一波，然后他们就讲说阿潘闭嘴，对不起阿潘闭嘴，对不起阿潘闭嘴。我直接林姐一个暴怒，还没看。而且我跟你们说超好笑，就明明因为在草原上面总是会有一些虫嘛，然后明明林杰就是女王蜂，然后有蜜蜂跑过来的时候她第一个跑，她就第一个躲开，我就你不是女王蜂吗？喂，不要怕蜜蜂啊喂，我就直接站在那边很淡定，
原来周同学铁口直断，有没有找到事业第二春？然后刘海就掰，哎，原本他原本还是有活着的，然后结果就差不多，就是前面几个 tag 都还有救，然后到后面几个 tag 就直接没救，就让他 let it go， 铁口直攀，人设不可以吐槽，不可以吐槽吗？我以为这是槽点。嗯，谢谢 Happy Love 送的 Sweet Candy。连那个一镜到底的地方真的是很好笑，就是你们会看到富哥那边有那个一家跑过来，然后我躲在树后面，然后突然跳出来，结果我那时候就缩成一颗球，真的缩成一颗球，因为不是基本上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他们就看不到我，所以我就试着把自己藏越藏越起来，然后就连自己都看不到树以外的东西，然后就把自己缩成一颗球，然后就这样子头斜斜的，然后这样子看一家，然后就发现因为是一镜到底嘛，所以前面如果卡的话后面也不太会知道，然后我就是看着一家又没有跑过来，然后我就只好一直蹲在那边，因为我怕随时他就要启动了，然后我就我好像要 stand by 了，然后一直蹲在那边，一直蹲，然后直到我蹲了差不多三分钟之后，我发现不对，是不是卡了啊？然后我就小小声问一家说，哎，是不是卡了啊？然后他就说对，卡了，我才发现我好像蹲在那边蹲蛮久的，然后路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蹲在角落吓人还是怎样。谢谢本人神推送浪 Life 会员选票，边缘人被忘记，对啊，边缘人被忘记，然后就当我要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翻卡吧了，先哭一波。然后我跑过去那边不是林杰吗，我跑过去是接林杰，所以我蹲在树后面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看得出了大树以外，就是我可以往左边飘一点点，就视线往左一点点，就会看到啊，风吹过去，哇，林杰头发好乱，可是好仙哦，哇，林杰赞女神。可是因为在拍影片，手上没有手机，不然超想把那颗记录起来哦，我用我心灵相机记录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只有我看到，谢谢。卡吧是要怎么走，真的是卡吧，直接走不了。幸福的迷妹，迷妹胜利。好奇那是即兴吗？哦，不是即兴，是有安排的，就是有安排谁躲在那边，谁躲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我们那边的安排是说，就是一个人出现，另外一个人就要消失，所以就是一家跑到我这边躲起来，然后我要从那边跳出来，这样。然后结果我每次要跑过去找林杰的时候，不管几个 take， 我的刘海都会被吹开，那边是我最崩溃的一个地方，整天拍影片最崩溃就那里，没有别的，我永远都冲过去我要找林杰，然后冲过去哇风吹开，然后林杰就会笑，林杰就会大爆笑我的刘海，我的刘海遇到劲敌了。我最喜欢的歌 TTP 里头，真的吗？叔叔好开心哦，开头面光开了好疗愈，对不对？圣光 Hello 亚达你好。谢谢 Tomo 送的 Sweet Candy。 Hello 陈晚上好，一进来就看到迷妹，对吧 Nano。 谢谢本神推送的糖果大爆炸小熊软糖，是一波铁臂刘海竟然被风打败了，后面还在，对啊，后面的都还在。然后因为拍影片基本上就是很多个 take 嘛，然后我们就一直重跳，一直重跳，一直重跳。然后大家都还记得 Love 修行那时候有快闪，就原本有快闪是有三场，可是后面两场取消，结果我们那天就一直开玩笑说，哦，我们在松叶这边快闪，有没有人要来看？好伤心啊！杰星变凹是怎样？
什么意思啊？是快闪那天拍的？不是啊，是快闪之后拍的，所以我们才会开玩笑啊，说就是取消那两场快闪，现在在这里，现在在松岩这里，有没有人要来看？超好笑，因为那阵子好像都下雨吧，所以也是好不容易瞧到一天，就是没有风又没有，哎，不是没有风，风超大，是没有雨的一天。身高啊，杰星左右各占一个高的，他左右是谁来着？是杰星跟布丁吗？是吗？就那天在跳的时候啊，有其中一个 take 跳完之后，然后还有一个阿伯，就还有一个伯伯，然后他在那个走道那边，然后他就看着我们跳，然后跳完之后他还拍手，他还说很棒，然后就走掉了。我就所有人瞬间很尴尬，要跟他说谢谢吗？可是还没卡，我要说谢谢吗？超尴尬啊。刚一家有说那个阿伯吗？而且如果有粉丝过去的话，大家应该就拍不起来吧？对啊，谢谢阿伯的掌声鼓励，真的阿伯，谢谢阿伯。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哇！在阿伯好红，大家都关注他，因为大家都是匆匆忙忙走过去，就是台北人好像生活都是这样，就是大家匆匆忙忙走过去，然后只有阿伯默默站在那边，然后看完表演还鼓掌，超感动的哦！谢谢阿伯，谢谢，真的。还有提到世界的雅恩，对啊，超傻眼的，他就直接 We are in the group， 我真的傻眼，哇呜！然后后来啊，就是我们在拍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玩游戏那边，然后我们分两组，一组是一二三木头人，然后另外一组是红绿灯。然后那时候在讨论说要玩游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哇，这些游戏哇，多久以前哇，好怀念哇，我都快忘记规则了哇。然后结果我们是自由分组的，就讲说就是谁想玩红绿灯就玩红绿灯，谁想玩一二三就玩一二三。然后我就直接走过去一二三木头人，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太累了，不要红绿灯，不行，阿姨心脏承受不了。时代的鸿沟，潘姨的小剧场，打扫时间呢、啊？然后他们玩完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人就喊说下课咯，然后我就想说哦不是，是上课咯，是那个打扫时间结束咯，上课咯，同学不要再玩了。潘姨的小剧场，潘姨直接默默走过去一二三木头人那边，所以你们看到一二三木头人那一组几乎都是就是不想流汗的人，直接是没有活力的一堆人，那个下午打扫时间20分钟都会玩，对吧？我只知道鬼抓人，那时候还在想有没有墙壁鬼，可是墙壁翻四周围怎么看都没有墙壁，糟糕。而且杰星真的跑超快，真的超浮夸的，就我们原本一排人在旁边就是等，就是先看他们玩那个红绿灯，然后我们一二三组在旁边休息，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在那边玩，结果杰星就被追的时候，然后突然哦，而且他是手刀跑，你知道吗？就是他是这样子手直直的，然后这样子啊，然后这样跑，超快的。我们一群人在旁边大笑，太夸张了。透过拍这个影片，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林杰星跑的超级无敌快，太夸张了！他那飞毛腿，哎，他真的是飞毛腿，他超浮夸的。忍者跑，他真的是忍者跑，很浮夸，豆皮忍者，不愧是乐福修行，他直接贯彻了乐福修行的精神，赞哦。杰星说当鬼太热太累，所以死命跑，我觉得死命跑也蛮累的啦。火影跑，他真的是火影跑法，超浮夸。然后一二三木头啦，就我们其实有玩好几局，然后其中一局我马上就挂掉了，
因为他们说要指定动作。你们知道为什么在后面，就是影片后面不是有感想吗？然后我跟云爵跟美玲那组不知道为什么要比这个。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比这个吗？因为我们的一二三木头人是有指定动作，就是一二三木头人的时候，然后要比这个动作，然后要单脚站立，就另外一脚要翘起来，完全办不到，我就直接翘起来之后，然后两秒钟之后直接跌倒，然后就出去了，直接淘汰。时代的眼泪。如果是鬼抓人，我超怕阿潘。因为阿潘是不好说，为什么？腿哥柯基耶，一家也这么说。你的刘海都很完整啊 ，NG 影片嘞？有，明明就有。那边一进到底，我冲过去找林姐的时候，我整个刘海直接飘起来，我超傻眼，刘海直接 gone，just like the ex girlfriend who will never return。超难的好不好？那个动作是这样哎，然后我一定要示范一下，那超难的。而且就我一个脚受过伤的人，我觉得超困难。我忘记应该是左边，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就我记得他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吧，就是好像太阳很热这样。然后我直接做不到，因为我这脚没办法单脚站立太久，就我这边可以站很久，我这边可以站超久，可是我这边就是。受伤之后还没有找回那个感觉，所以就没办法站太久。突然 Q 展元，展元表示阿四干我。Hello 阿伟，阿潘好呆萌，听不懂。果然阿姨平衡力差，因为是鬼。阿潘鬼会很可怕吗？还好嘛，不行站就不要勉强，没事儿，不会痛，他不会痛，我脚是不会痛，可是他就是没办法站太久，然后我就直接就出去了。刚刚忙着笑没截，不要截图。今天没卫生纸，别哭，今天不会哭啊。嗨，腿上很多疤，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请当作没看到。Hello Andy， 嗨安娜，大家晚上好。连还有什么心得来着？哦，突然想到休息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草原边啊，然后就也不是上绿草地上的奇迹，不知道为什么那整天面面都一直在让我的心unlock。冲揍死他，没有啦，开玩笑。然后那天就休息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大家都在唱那个吧，都在唱珍珠美人鱼，就是还没开拍之前大家就一直在唱珍珠美人鱼。我不知道大家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突然一个怀旧起来，然后还开始问说守护甜心谁的必杀技是什么，然后谁变身之后叫什么，然后我就一个就是我那天我这个就是没有要参与大家话题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听不下去就会冲过去说不是那个，是这个啦。真迷妹，开过刀的地方都会有点肌肉萎缩，我是没有到开刀啦。阿潘一个跟不上妹妹们的话题，对啊，哎，等一下 Andy 弟弟的，不是 Andy 弟弟，是北人，哎，是吗？等一下，刚刚我在按到谁的大头贴，发生什么事？阿六啦，哦哟，那个大头贴，哦哟，很烦。谢谢安娜送的好狂，让专业的来。我都不运动就肌肉萎缩了，叔叔母汤，叔叔可以常打call，打call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运动。终于发现了，讨厌，笑死，动漫宅最后总会忍不住纠正。对啊，我总是一个忍不住纠正。这是攻击，不是，它是那个，就我们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时候的指定动作。然后原本另外一场还蛮好笑，另外一场就是互相指定动作，像我可以指定马友动作，然后易云可以指定某某动作，这样就是指定动作，我觉得还蛮好笑，那一场也很好笑。
我有在抠啊，可以可以可以，在家里常常练习就是一种运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只有手练到，脚没有练到。好问题，我没想到是什么一二三攻击人。那时候光是用日文想办法跟美玲解释什么叫一二三木头人就有点困难。他好像我忘记那个日文要怎么讲了。他们日本那边也有一二三木头人，可是念法不一样。好吃。是不倒翁哦，所以最后有解释出来吗？有有有，他自己意会到了，就是我们玩一次给他看，然后他就意会到了。还好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嗨，阿潘额头七公分，心头贴 get， 不要啦，还行哎，其实这样还行哎，好像还行嘛，还行啦，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对不对？好想看这段花絮，我们在那边比手画脚各种解释，你知道吗？我昨天也拿到心头贴，可爱的，我看看，好 Q 哦，好 Q 哦，这个还行哦，我去找蹲下的更厉害，不要，刚刚的人买怎么崩都买呢？这是粉丝滤镜啦，粉丝滤镜。所以我说那个 NG 嘞，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要去交往，这个我真的就没办法。但那天大家都蛮辛苦的，就是大家都是暴汗状态，就是汗一个用喷的。然后那天拍完最扯，就是大家都会流汗嘛。然后林忆云已经算很会流汗的，就没想到我那天汗流最多，就是因为跳到后面在那边跳，就是跳全体副歌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他们就讲说：“阿潘，你整个背都是湿的。”然后sorry， 我直接整个背后都湿的，整件 T 恤都湿掉了，然后我脸上都没流什么汗，这才是最厉害的吧。脸上不会流汗，剪刀石头布，输了，输给维泽了。Special 的阿潘，拍的真的很漂亮，我也觉得。我觉得那天拍的很成功啊，Special 的阿潘，剪刀石头布。赢了，哼哼哼，你以为会连赢两把吗？阿胖好可爱，晚上好，晚上好，人好，剪刀石头布，又赢了，赞，帮我赢一波，剪刀石头布，啊，输了，再来啊，还有人吗？还有人要玩吗？我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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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哎，是不是有那个要怎么用啊？就是好像有人那个之前啊，剪刀石头布，一赢了，开心。你们知道吗？其实主播可以作弊，可是因为我刚好今天没有戴眼镜，所以我只要离这个距离吧，这个距离我就已经看不到了，就完全看不到下面的留言，所以我也看不到你们要出什么。直接远一点就不用做，就不会作弊了，简单喽。所以那个到底是，哎，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剪刀石头布，赢了，超强，太强了，今年太强了，还有没有人来挑战？啊，剪刀石头布，啊，平手。等一下，可以让我玩玩那个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哎，剪，是这样吗？啊，等一下，我觉得剪刀石头布，啊，可恶，我输给林哥了，
没戴眼镜可以在留言说坏话，不可以，我现在看到咯。我现在看到了，我是不是该拿爆米花出来了？不用拿呢。还有什么新的？我想想。哦，不行，我这次看到了，剪刀石头布，好，我看到了，对不起，我们来，等一下，你要丢之前要跟我预告一下啦，不然我会不小心看到。嗨，角琪，晚上好，我没讲坏话，还没。I'm watching you。猜拳大赛，将肩带改。可是我觉得，如果有将肩带改，我绝对进不了选拔，运气超差的那种。嗨 ，DJ 晚，晚上好。还有博弈，晚上好。看到就是要让阿潘赢啊！真的吗？开心。嗨，黑哥。嗨，翔旭，晚上好。好像新的差不多讲，突然还挤不出什么东西。总之那就是像那样子对嘴，然后唱，对嘴唱歌，然后拍那种 focus 镜头，我还是第一次哦。看到那个影片里的自己，好像还行嘛，还算还行嘛，对不对？嗯，还行啦，我的表情控管不会太崩啦，还可以啦。你们可以有仔仔选拔啊，我一定，哼，一定战胜的，哼，仔到爆。可以啦，运气差的一定不止你，真的吗？所以啊，那个，从今以后，如果你们有想要推广乐不修行的话，赶快用这支影片去推坑，里面的潘潘好像还行嘛，里面的潘潘看起来蛮美的，就用这个来推坑了，太好了。正式版上来？什么正式版上来？什么 MV 版？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什么状况？什么正式版？嗯？怎么又在吃宵夜？我在吃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等一下，为什么突然留言直接走一个我看不懂的流，走一个我看不懂的走向，是在讲同一个东西吗？纯 MV？ 哎，真的吗？哦，真的吗？哦，真的假的？哎，妈的！那你没来？为什么看不到？没有啊，它只有六分十一秒这个版本。没有啊，什么？等一下，什么？什么？我也要看。很忙现在。我没有按到搜寻吗？有。MV 里阿潘更漂亮，真的吗？真的吗？什么什么？等一下，妈的！又发生什么事了？赶快跟我一样打开那个官方 FB 就知道了。等一下，什么状况？网络给力，快！我也要看。哦，等一下，看到阿贝桑，好美哦！阿贝桑好美哦。最后重点是这个吗？为什么你们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你们有其他管道？为什么我没有？频道的会慢一点点。那个光好美，我也要看啦！我也要看呀！要点过去看。YouTube 就有啊，我有看啊，可是我这边还是只有六分十一秒的版本。对呀，我还是看到六分十一秒的版本呀。
然后泪菊就开始吹哨子了。哦，官方账号头贴点一下。不是我说我是，不是，还是没有。どうして？我一直重新整理也都没有。为什么？我的 YouTube 盖过来的，就是他在雷我。为什么你们要？不能点你们自己的频道的影片。什么意思？现在在干嘛？说现在水管上面好像有纯 MV 版的，还有套滤镜版本的。可是，哎，有了！哇，六分钟前，那为什么我手机这是不是我电脑？哦，我电脑雷，我要来看，直接不理你们，我直接看 MV， 不说了。也不理阿潘看 MV 先，重点是这个吗？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啦，我们一起看 MV 好了。刘海失手了，不要这样，帮我们刷点阅，大家要帮我们刷点阅，天哪，好喜欢哦，觉得歌好漂亮，我再看一次，看到杰星变凹了，真的凹了，真的凹了。不要趁我看 MV 说我坏话，我看到了。看了 MV 突然喜欢上阿潘，很好啊，赞。里面是圆觉，不是觉哥，真的吗？水池前那段好评，跑很快的台，发现他没在跑步就回来了。是说杰星吗？你们是希望他在直播里面然后也一直跑步吗？今晚就看这个了，要看100次了。今天开始连 Love 修行都要刷点阅，刷一波哦。好开心啊，哇，我看完了，哇，好开心啊，哈哈哈，还在开心，画质好到都看到法师了，谢谢谢谢阿丽，刷起来，哎，你们都给我去看没有，你们都给我去看啊，没错，他刚说他的速度跟动物星球猎豹一样，不是亚马逊，不是亚马逊森林里面吗？哦，亚马逊森林，气死我！看来周末可以去采松烟点了，赞哦！
我看了 MV， 我的心被阿潘会心一击，开心到飞出直播间了。我一个兴奋到模糊，哎，看100次会中毒。这首歌欠中毒好不好？这首歌这么好听，对不对？里面有阿潘，对不对？影片里面有美丽的阿潘，是不是该看一下了呢？是，就是现在，给我点进去，好不好？多看几次，哼，记得声音要给它开起来，嘿，谢谢。啊，下面有个喜欢，可以帮我点一下，哈哈。顺便拍粉丝版 MV， 跳一波。亚马逊没有松林了，台剧。不要吐槽我，忍者潘，该开无痕开刷了 ，CP 要筹划松烟拍 MV 了吗？可以，你们该拍了。五告欧娱乐知道是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五告欧娱乐第一支 MV 要上线了吗？我可以等到半夜3点就为了你们哦，可以帮你们刷点阅。五告欧娱乐什么时候拍 MV？不会，乖乖睡觉好吗？你们给我是拍 MV 啊！这真的很好吃。握手会应该可以拍起来，可以了啦，可以了。你们看那么多次会不会跳了？应该会了哈，对不对？会跳了没？周同学早点休息好吗？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回到家就爆睡了，哼，直接失去意识。我告欧娱乐潘潘也知道，我当然知道啊，我们这里有旗下第一组团体耶，开什么玩笑，创办以来旗下第一组团体，刚刚又去光南扫了一张 CD， 还买得到，酷。周同学刘海真的有点崩，哎，没事啦，偶尔打开一下也是可以的啦，至少脸是美的啊，好不好？偶数之长跳舞无理，可惜不能再舔你，对呀，飞彪彪，超可惜。外面该不会是要下大雨吧？在下雨吗？新竹光能上礼拜到现在都没有补货，握手会请史黛虎都准备一个镜头，专门拍粉丝才能完成 MV 哦。还是无法，这五需要一对一教学哦。被我买掉了一张，剩3张，应该4张全包啊。上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不会进了，太伤心了吧，直接就没了。我们这边雨一阵一阵的，我这边刚刚开始下雨，吓我一跳。他说阿潘昨天去做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我哎，可是有看到我，然后不跟我打招呼，我又要生气了。好，没事，我昨天去看恰恰的那个新装最终站。我昨天去新装球场看恰恰的最后一场在新装的比赛。Festival 有个洗身体的动作我会。你穿这个吗？我没去，看到阿潘要打招呼。我昨天上班，来看一下生血是谁，有没有哭？没有到哭，可是真的是怎么说呢，蛮感动的，可是也很空虚。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去的，我跟朋友还有我哥，然后朋友是坐外野，然后我坐内野，因为他是爪爪，然后我是邦邦，然后我就只好坐一垒侧，然后乐趣全满嘛，就几乎整场都是爪爪。我不说我还以为在兄弟主场呢，超可怕。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就是在场外就听得出来场内谁在打击，我超傻耶。而且我昨天塞车塞超久，整个新庄大塞车耶，我超傻眼。我直接原本是就是计划中原本是压线，就是刚好可以在开赛的时候入场，结果开赛的时候我人已经在新庄了，可是还是到不了球场，就是一个大塞车，超崩溃。就到的时候已经二局打完，而且还是直接错过整个二局哦。然后我一局就是一局都是用手机看的，然后就我在公车上面跟我朋友一起看，一起用手机看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一直也盯着我手机看。我想说他应该也是球迷吧，会这样子一直看应该也是球迷，应该等一下会在同一站下车，结果没有，他很早就下车。我就想说我以为他是要去看球的，直接场内要找人真的超难的，连上厕所都很聪明，我很聪明哦。我没有在五局下半中场休息的时候去上厕所，我直接四局的时候我就跟我哥说：“哦，我去个厕所哦，提早一局。”还好啦，至少不是九局才到。跟你们说，学弟最可怜了，学弟他直接，学弟到的时候已经六局了，因为他还没放学，然后我很早就已经离开。我很早就已经前往新庄，然后我就还蛮早到的，是已经算早到了。虽然我坐车坐很久，然后学弟到的时候已经六局，一个哭哭哦。当然翘课啊，上同学不行，昨天的课绝对不能翘。只要读我们系的就知道，礼拜三下午最痛苦了。真的很好吃。姑姑去日本玩带回来的土产，虽然台湾好像也买得到，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这个鱼缸的一百种刷法，没错。叔叔这句话很有道理，可是在我们系上可能要修改一下。叔叔说，没有翘不了的课，只有拿不到的学分。我们大概是没有翘不了的课，只有刷不完的缸。赞哦，只有刷不完的缸啊！哈哈，想翘课是不是刷缸先？我昨天提早下班，我同学昨天也是，他就跟老师说他要早退。正在吃 R6 三兄弟吗？对啊，我在吃 R6 三兄弟。谢谢博弈送的好多 sweet candy。 Hello 跳蚤晚上好。卡纳赫拉跟兄弟有出联名商品耶，邦邦也有啊。然后昨天就有进去邦邦的纪念商品店，然后哥哥就直接破财买了一件那个王建民的球衣。他有买卡纳赫拉的那个 T 恤啊，然后我超想偷来穿的，可是因为他都没有穿过，我就拿来穿感觉有点糟糕，所以我就不拿来穿了。我只有看不完的史料而已，1935年在上海出版，一翻就散掉，太伤心了吧，一翻就散掉。叔叔三兄弟，我们不好了吗？烦恼不知道填谁，填什么？你说握手券吗？我今天吃火锅吃了好多肉肉跟豆皮，我家的都爪爪，我什么都不是，是你的粉丝，哇，超强 ，Happy 肉赞赞。然后昨天去看呢，就我觉得昨天还蛮可惜的，昨天虽然也是有看到全垒打啦，就看到两只。可是就恰恰三个，我记得他是上来三个打席，然后三个打席都不是很 OK， 三个还四个打席啊，三个还四个，我记得他一局上来一个打席，然后后面三个打席我应该都有录到吧，应该是总共四个打席，然后都不是很 OK，
没有，最后一个打席还直接 strike out， 我直接尴尬，而且为什么林佩仪是放在前面？为什么让他在前面就把话讲完？结果很多球迷都是塞车，然后很多人晚进场就听不到恰恰说话，结果变成就赛后所有人直接不愿意离去。昨天超夸张的，昨天赛后啊，全场就全部人，不管是帮忙还是抓抓，就一直在喊彭振明，彭振明，彭振明，我就哇，啊，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都是抓迷，可是抓迷真的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棒球很棒啊。但前面要问富邦，真的邦邦的锅，真的是邦邦的锅。四个打席，第一个打席我直接没有进场，就还没进场，然后没看到，然后后面两个打席都被刺杀，好像都滚地球，然后最后一个打席直接三振，我直接尴尬。这张好看，我看看，耶、yeah!。对我来说，棒球就擦擦。好，大家开始预测明年的人气王，明年是谁呢？啊，不说了。听说我记得周思齐好像也不打，不说了，就是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好想去看 OB 赛啊！我哥昨天跟我说，就是好像十月会办在高雄有一场 OB 赛，然后还蛮多 Cobras 都会出席，我就哦，好想去哦。可是我十一月初刚好期中考，先哭了。我知时代也结束啦 ，DH 换谁打呀？明年重缺只能又恰恰，峰哥引退赛我大爆哭哦，我有点无法想象握手会那天恰恰引退赛哦，没有握手的时候一定在后面狂用手机。考前还考后啊？考前，小孩子才考试，当然是看比赛啊！不行，要考试，今年再不好好考试就延毕了。嗯哼。不然就是要暑休，真的唔汤，这次真的唔汤。我怕握手会是哭着脸跑去握你，天哪，真的是 ，Oh my gosh， 好难过。而且我真的太久没进场看球，很多新的应援曲我都不会跳，其中什么都没在怕的啦。我每次都只会唱那个，每次都只会唱胡金龙的。然后我上次真的是。气死我了！我上次就一唱詹子贤的，然后詹子贤就轰出去，然后这次换我哥陈子豪一上来，他就唱，然后他就轰出去了，我就好，我们兄妹俩还是不要乱唱对面的歌好了啦，不要啦，铁口直断兄妹啦，我觉得唔通。延毕一年，顺便准备研究所啊，不要，当然是毕业一年，然后用那一年准备研究所啊，我应该是不会签五年了，因为还要修硕班的课，感觉课业又会变重，就没办法专心在工作上。握手会场外连接喇叭扩音播报实况，终身出击，真的想看，准备纸笔给教授就好啦，亚美多。我周日要去阿里山，希望能去拍勇往直前的地方。是跟团吗？球员球龄有限，只要他们有好表现，不管是哪队都会替他开心。真的，恰恰不分队啦，好球员不会分队。现在阿华送的 kiss 啾啾，隐退只有一次，延毕可以很多次，不要这样子，我会整他。准备期中考，不差一趟高雄看球赛啦，唔通啦。我也都是冒着其中的风险在跑 TP 活动，叔叔应该没有延毕吧？虽然叔叔我虽然是看不太出年纪啦，对，可能因为有胡子的关系。我们系上很多学长啊，到了大四都开始留长头发，结果我想说我们这届应该就不会有了吧？没有，真的有同学上了大四之后开始留长头发，有点 shock。就开学的时候，然后看到同学直接变一颗鸟巢头，然后我就问他：“你的头发发生什么事？”
潘决定好考哪间了吗？推甄要开始，我应该没办法推甄吧，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专题啊。好奇为什么是大四，不知道颓废人生的开始吗？嗯，所以叔叔只给我猜一届哦，耶、yeah.。叔叔只跟我差一没专题也是可以推甄，只是会被问专业知识吧。嗯。我不晓得哎、欸，可是现在开始准备的话，不会太晚吗？现在都已经九月嘞、欸，我记得十一月就推甄了，我觉得有点太赶，而且其实这几个月活动都蛮多的，应该没办法好好准备。我才大你三个月哈，叔叔年纪超小哎、欸，叔叔可以叫在场所有人叔叔，快叔叔叫大家叔叔。大家快叫叔叔弟弟，他是叔叔弟弟耶！我以为他博班，我也以为有一点实验结果就可以写专题论文了。可是我没有特别去做专题啊，没专题多少比较吃亏。对啊，如果是我们。就是如果是系上直升的话，其实基本上不太需要准备，就还好。可是如果要考校外其他研究所的话，就还蛮吃亏的。我听到停路边 R61911， 哇哦，哦，好笑。阿潘，我大你负三年，告老心仪弟弟。叔叔只有一个加一，叔叔只能有一个。那其他怎么办？感觉还是考试比较好准备，我也觉得考试比较好准备。考试年初吧，1996还在。帅 Happy Love 大我一岁，我不是弟弟，你是弟弟啊。阿潘社会族吗？不是，阿潘是黎族。阿潘是黎族。Hello， 阿凯，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啊，说男的。阿潘养鱼的，有人1995吗？这边直接开始纠同齐声呢。黎族没专题其实都很吃亏，对啊，一定要有一个实验结果会比较好推甄吧，就是比较有东西可以讲，不然教授问你，你基本上就像你平常在读书，你跟人家讲也没讲几分呢，就讲出来也没有办法讲出多少吧。建议阿潘还是要去修一下专题哟。没有哦，选课时间已经结束了，而且专题是大家在暑假做的，我暑假在搬家哟，所以没有哦，阿潘没有修专题哦，基本上就是考试啦，就直接考试，不会太在意，而且有可能也不是今年考吧，应该也是要等明年了吧。我觉得还是要等这边活动比较稳定一点之后再说。谢志伟哥送的贵族玫瑰，弟弟好好说话哦。对啊，跟我同年比我小的盛品涵，跟你同年比你小，跟你同年就有应该算有就不错了吧，因为我觉得 TTP 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年龄差距还蛮大的。四大推甄第一阶段书面审查可能就上了，真的假的、啊？
有人两千后吗？哦，两千后真的是弟弟耶。那就是明年一月了。对呀，维持自己的步调就好。我也觉得，祥旭要睡觉了，可以 Wink 和佳佳打气吗？好哦，祥旭加油，干嘛呢？还会跳的跳的 ，TTP 只有雨喵大我一个月，所以我要加 Nano 姐姐吗？Nano 瞬间离开，瞬间不看台，不行 ，R 好羡慕，新一弟弟乖，弟弟乖，弟弟去新学校还习惯吗？弟弟，然后等下新一也离开。怕点 JPG， 好，明天加油的晚安，祥旭晚安，拜拜。我现在应该放个歌哎，要听什么歌呢？今天，我想想看，看看要听什么歌。想听哪首？好，就听这个。我刚骑车啦，各位叔叔好。聊理工医科研究所推荐考试，我可以慢慢聊，每年都会跟学弟妹聊这些。可是卡丘不会有种就是跟学弟妹讲太多次，然后就觉得哦好烦哦。我可以提供失败的意见给阿潘，没关系的，我会，我努力，我努力，我应该就直接考试了。我其实应该会比较擅长考试，因为我其实根本没有面试经验啊。我除了在 TTP 以外，我。根本就等于算是一个没有面试经验的人，因为我当初大学也是考试上的，就是也是考职考上的，所以根本就还没有面试到，就是没有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之前去上班什么的也是不用面试那种打工仔。我不到三十岁，辈分都当到舅公，被叫叔叔习惯。我也被叫阿姨啊，我们都被你们叫阿姨啊。聊倒数，我突然心一揪，真的弟弟，哦哟，真是剩十天，我天，有点难过。很快哦，要第二个握手会了，真的，我很期待哎。嗨，孙雷，嗨，孙雷，初次见面你好。阿潘是妹妹，等等，感觉好怪。哎，哪里怪了，叔叔？我觉得很受伤哦，叔叔。阿潘服装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准备好了吧。有喜欢的，有些买下来了，可是应该还会再观望一下，看还有没有更喜欢的衣服这样。今天才刚去采购呢。哦对，然后今天还要讲一下那个，就是跟杰星录那个《龙柱回头》这件事情，你们应该都听歌了吧？有人还没听吗？谁还没听？出来哦，出来说话哦。英文要好是真的，反而因为不英文不好被刷掉的人，怎样算英文不好啊？我英文真的是很普通哎，就是真的是普通中的普通。我们学校有英文能力分班吧，那时候我记得是 A 到 Z 班，然后程度最好的好像是 Y 班，然后我是 Z 班，就是。好像是程度第二、第三好的这样，可是那个，我觉得没有很准哎，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该怎么讲，就是一间英文不好的学校啊，然后毕业门槛也定超低的，
因为歌名还没听。哎，心仪为什么还没听？就是听了才来，真的吗，森雷？好开心哦！多一两百五比我低得出来，也太难了吧？为什么程度最好不是 A 或 Z？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应该是 A 或 Z， 然后后来发现没有 A 班。然后后来就想说应该是 Z 班，因为我们班那时候我记得有人说他多益考900，然后那时候就以为是我们班，就后来才发现好像程度最好是 Y 班，因为 Y 班是就是好像全班平均都是考了800-900这样。我考校内检定才70几分，根本不知道多益几分。为什么会有校内检定这东西？900也太猛，对啊。别说了，我前几天才发现我的多益成绩单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然后我就只好又花钱去申请一张成绩单。哦，真的想打死自己。然后因为去补申请，然后又错过了申请学校毕业门槛的那个期限，我就啊，真是啊笨哎。阿奇有过我们学校的门槛，他应该也很厉害。你们学校门槛多少啊？760路过，好可怕哦！你们，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有，我只考英文才10几分，不难过。这里英文最好应该是零狗，小宝，最后还是博英了吗？对啊，那是大一的时候去裸考的。后来英文怎么样我就不知道，现在英文怎么样我就不知道。 I have a pen， 你不要在那边装，我英文也很烂。学霸新一就悄悄白恭维啦。 I have a pen， 哇，好会哦，阿六小宝举一反三。哎，刚刚你们在聊什么？哦，龙珠回逃，就是那天我长途跋涉去林杰新家，我坐车已经坐了超久，就已经坐一班公车了，坐超久，从头坐到尾，然后就觉得很气，很久坐很久，然后车上冷气很冷，然后结果下车之后，林子欣竟然跟我讲说：“阿潘，等一下我们还要坐一班30分钟的公车。”我就 what 我，所以我那天花了3个小时还4个小时在坐车，我就。我超傻眼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小法，他是住在深山修行。我跟你们说，他真的住山上。我下车的时候，公车是斜的，然后还要往上爬，他是真的住山上。好气哦，他就真的住山上了，很气耶，还要在网上，难怪这么闲。所以他每天回家都锻炼，你知道吗？就是挤，可能下车之后，然后急着想上厕所，所以就要用火影跑，所以他才跑这么快。我们终于找到理由了，哇！我要被杰星讨厌了，难怪豆皮跑这么快。刚才给伊斯看一下大斯基，7月半呢，他可能去学校用跑的，而且他家竟然偏僻到好像只有一班还两班公车吧，我整个超傻眼的哎，超傻眼。就是很难得你会看到一个地方它已经没有，就是它没有对向的公车站，它是就那个公车站来回都是那个公车站。错过公车怎么办？听说下一班就要等很久，听说他家那边公车好像蛮少的，我就超傻眼的，就到他家就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吗？已经约很早了，就约下午1点，所以我差不多中午就要出门，然后我中午出门等于我早上就要起床准备，早上起床准备算早餐，然后去坐车，
然后坐车好不容易到那边之后，还要再坐一班公车，所以到他家都已经下午两点了，我整个超傻眼。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有直播吗？还是没有啊？那天是杰星有直播。那天杰星有直播，你们仔细去看回放就，你们仔细去看回放。不对，那件衣服他很常穿，好算了。总之就是他那天晚上要直播这样，怪不得都杰星去伯乐家，我觉得伯乐去杰星家应该暴气吧，太远了，深山修行你。没公车通灵之术骑青蛙，哇，这样录完都几点？这录完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晚哦，录完的时候是傍晚哦，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哦，刚坐车就坐到超晚哦，还不敢在外面吃晚餐，因为在外面吃晚餐的话回到家就更晚了哦，就深夜了，单边设站。对啊，但是伯乐蛮常去杰星家，看来是真爱，好像是住，好像没有住很远的样子。可以跟杰星联播讨论。杰星现在也在开，真的假的？林杰星你为什么住这么远？超好笑。然后好啦，我觉得那天拍影片就是他家的器材真的是很炫炮，我整个超傻眼欸，就是去他家然后发现他家的设备很炫。然后另外一个发现的点就是他好像不太会调灯光什么的，然后我就直接帮他架直播架，然后帮他家客厅，然后移来移去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一次去人家家然后就移来移去的。对，总之那天还是要谢谢杰星啊，因为其实该怎么说，反正就是一个不是很敢唱歌的人，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虽然我以前甄选期间很常在直播上面唱歌，可是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怕怕的啦，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就 mini concert 的时候，是因为前面有其他伙伴在唱歌所以才敢跟着唱，不然其实每次就是有独唱的地方都超紧，就到现在像直播我不是现在也很少唱歌嘛，就是会怕怕的，这样感觉应该是因为之前有什么录音之类的啊，或者是有各种活动，然后开始会慢慢觉得是不是自己唱的不太好，然后就会怕怕的，就最近唱歌就一整个呈现锁喉的状态，连林杰星有时候感觉我唱歌就是好像有个塑胶袋闷在这边一样，但其实不是啦，就是我不敢唱出来，因为我觉得音量很大，然后又怕唱出来之后一个暴走，我音又很大声，就会很可怕。对，所以还蛮感谢他那天花了还蛮多时间在引导我，我们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他在教我唱歌，有一半的时间是他在引导我怎么把声音发出来，就是我是有音准可是不敢唱这样。我们集资送伴唱机给你，哼，直播还挺常唱，可是还是会很怕啊，真的怕欸。我还以为有直播用设备麦架音效卡之类的。哦，他那边设备很齐全，就是他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也不会讲那个叫什么调音器吗？就是跟正式在公司录音的时候很像的东西，就缩小版的。想念唱歌奖励，不行，现在真的都很怕，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是张惠干嘛封麦，可是豆皮很常唱一下就爆笑出来，难得。你可以去电话亭 KTV 唱歌，我只敢自己唱哦。小 mixer 他超强的，对，应该是叫效果器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很专业的电脑程式，我直接一个看不懂，我就是一个看不懂。而且他很强哎，就是很多歌啊，我只要跟他讲说，就是那用这首歌开一下嗓，然后他就会上网马上找和弦，然后他就会弹了，超强的，
超崇拜，那天超崇拜豆皮。可以调整不同音量的，以前也玩过，觉得设备很齐全，很厉害耶那个。虽然有时候会突然戴着耳机要唱的时候，然后突然爆音，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重牵线，就到底是哪一根了？不齐全也不行，下次天设备交通因素要等一礼拜。等级很高，打他应该很难跳砖，好不好？真深山修行者，亚马逊丛林修行者。所以杰星家可以玩罐头音效吗？应该。我也不知道，应该不行吧。对比杰心的高级设备，还有阿潘家也有很多高级箱子，不要这样。店家怎么送来的呢？杰心真的超强，之前看到他打鼓好帅，他真的很厉害，就觉得他就是残念系少女啊。她真的是残念系少女，就是她很多才能都很强，她真的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你们有发现那个影片也，就是影片也是她剪的，我只有把毛片，然后直接全程上特效，然后调一下滤镜，然后就丢给她，然后后来上字幕啊，然后加边框啊，或者是就反正还蛮多地方，整个剪辑都是她，就觉得。真的是残念系少女哎，还有残念，就是なんか足りない，なんか足りない，でもいい，でも考えない，就是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到底是哪里残念，他就是感觉就なんか残念だな，对。结论：阿潘是撑镜头的。哎，我有认真唱歌，不要这样。我们还有其中一个和弦抓了很久，就是每次录完都会重听一次，然后会听每一个音，因为我其实没有很专业。然后就是我只听得出来说这边好像怪怪的，好像音不太对，就是和音不太对。然后我们就要一直重抓，然后他就会跑去钢琴那一边，然后再重抓一次。然后我就一直。反正我们两个光是一句的和音就要抓很久，因为两个人同时唱真的是有难度。两个人同时唱的时候，很容易会被对方干扰，然后音就会跑掉，所以要很专注，真的很专注在唱歌，是一个还蛮难得的经验。艺人乐团嘛 ，AKB48 Team 神山 Team 神山，应该多多推广自己啊，嘿嘿嘿。不行，我害怕。米安马子 ，Team Mountain， 豆皮好吃哦！字幕豆皮本皮 ，Team MT， 你们去隔壁房跟他讲啊 ，Team MT 笑爆 ，Team Mountain， 他搞不好会仙人模式，他真的很强哎。就是阿潘荣幸啊，阿潘荣幸你会有这个机会，但其实我们已经揪很久了。你们知道我们，他说我们在后台偶然唱到《浪子回头》，您知影那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吗？真的，真的，真的很久以前。可以先猜了，大家可以先猜了。第一次我操，对，第一次握手会，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就第一次握手会，不是大家都在后面等嘛，然后我们就所有人在后台，然后我们就很无聊，然后就开始唱歌，然后他就起了个头，然后我就开始跟着唱，直接台语模式全开，然后那天开始就一直说，哎，我们改天来录好了，啊，好啊，来录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第一次握手会的事情，第一次握手会的事情，快一年前，对啊，深山回头，
活动据点在全台湾山区，解心通灵之术也是召唤全类。但是他会召唤癞蛤蟆出来哦，第一次无所谓，超久以前好不好？还好啦，不是甄选时约的就还好，是吗？可是其实我们第一次合唱，很久以前我们第一次一起唱歌已经是拍向前走那时候的事了。拍向前走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唱歌，就是在后台唱那个 Love Life Sunshine 的 Happy Party Train， 那是第一次合唱。有录到真的太好，对啊，你们喜欢我们再录下一首，就是有机会再录下一首。为什么要说有机会再录呢？因为他家太远了，我要考虑一下，我要考虑一下哪天有空去他家。真的要整天有空就有办法去他家录歌。我有自己忙的，谐星台开始声乐了呢，你这样子。原来你会唱 LLSS， 会啊，之前还蛮常唱的，真的在直播里面会唱，现在比较少。叫哥哥载你去吗？哥哥不会骑车又不会开车的。下一首，让我们期待明年。结果我们在后台录，超好笑。我以前是约翰的推，小林爱上推，现在变你的粉丝了，赞哦。我现在手上有一颗月饼，我在思考不要吃它。可是吃月饼我一直掉血，有点麻烦。哥哥不会骑车，不会开车，难怪。潘哥是不是会被？不是，潘哥是不是被 diss？ 没事。话说这个歌词，你的脸是在可爱几点的？有这么萌的浪子吗？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有一句歌词到底会不会被姐姐说，就是不能唱，偶像不能唱。你们猜是哪一句？这没什么好猜，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猜，就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一句。我原本担心这歌词会不会不能用。不是重康，另外一个。有一句我觉得不能唱啊。这就是 Happy Love。令口说对了，干啊什么东西？我原本很担心不能唱。话说云门舞集的专用剧场真的在山上？哦，对啊，这个我知道。十一号公车适合应付任何地形，一般车辆走不了。对对对，十一号公车站。默默唱了一遍，突然发现了，发现了，可是那句很有quick靠啊。那边我们也瞧蛮久，我想一下哦，来放一下《龙柱回头》。啊，我没有换。把前面切掉。抓和弦抓很久，我们抓和音抓很久，抓了快一个小时吧，就一句歌词，然后抓了很久。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跳过前奏，然后他就前面原本唱龙柱回头，然后他就会他的吉他那边就弹了三个音，然后我一直抓不到那个入歌点，我光那边 NG 好多次。我记得有几个音也是我加了太多转音进去，所以变成和音不好听，所以我们就一直修一直修。
我不知无无无结婚那几条命朋友啊啊就是这个朋友啊这边超那个然后还有刚刚那个冲堂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跪靠不一样两个人跪靠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变成合音起来不好听就变成很硬要合音就不好听因为我唱歌很油我唱台语歌很油然后要配合就是因为杰心唱的是比较流行乐一点就是他的唱法比较流行乐一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光这件事情合了还蛮久就有些我比较油的地方要改掉然后他可能在哪里想加转音然后再把它加进去这样也要亮亮对啊台语发音的部分我真的这边也卡很多次为什么因为就是一杯在打是打吼也打吼不要也打然后杯子会干就是不要也打然后结果他一直念他然后我就想到他是什么东西然后单又是什么东西搭啦然后就一直教他就变成搭啦超好笑很像在劝酒搭啦杰心的台语会靠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台语会靠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勉强。可是他唱的版本也是很好听，我觉得他唱的版本是另外一个味道。至于要找烟酒嗓的话，应该是隔壁棚李同学吧。Whisby 该出来了，你看明明就唱的超好听，没有，就是只敢这样小小声的唱，不敢大声唱，小宝。这首真的是很好听，还有龙溜溜。可怜到啦最近好像有台风要来哦每个礼拜都在说台风要来台风都没来啊我握手会结束要叫我爸来载我不要再自己骑车了不能喝重点是这个吗这首也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也跟杰心讨论了一下用圆 key 还是升半 key 还是升全就是升一个全音还是升半音就是那时候讨论还蛮久就三个版本都唱过后来还是决定就是唱就是有升全音的是升半音还是升全音升半音吧因为考虑到我的音域就是那时候有唱过圆 key 可是圆 key 的话我会有点去压我的声音反而情感放不出来的感觉有一个一定会让我雷惨，为什么？嗨，豆腐宝宝。希望可以再跟杰心录音。如果可以录日文歌就好了。因为真的是没什么机会学唱歌。杰心毕竟是有在学唱歌的，而且又有天赋。有一个地上有油，另一个是因为有人不会开车。什么超速？刚刚不是说没起风就起风了吗？糟了，乌鸦嘴啊！台中也一天到晚超速啊，你汤超速哦。
他会学驾驶吗？他呢，应该只会开车吧？我对机车怕怕的，会怕机车。有一个高中同学就因为自撞，所以现在在当天使，所以那时候就不是很喜欢机车。不然去杰星家合宿啊，深山应该可以容纳很多人。不行，台中的测速照相是张世廷。你自己的心拢会歹行，我莫搁吃酒袂孤单。怎么了，心怡？机车还是危险，对啊。嗨，玲玲儿。我同学的学长就是我去上新闻，有那个我有，我们系上有一个学长是也是骑车被撞，就住院住蛮久，然后好像反正就是系上蛮多人捐款给他这样。可是台北真的机车还是比较方便，是吗？我还是喜欢捷运。要重金请日本的合宿专家吗？超想要合宿的，不好意思，我要去念书了，下次再看你直播。心怡好认真，不愧是大一，大一都好认真哦，我不行啊，我不行啊，现在大四一个礼拜念一次书就了不起了，哎呀，大一好认真。虽然我是骑电动车，之前的 AKB 历届和届都有看，都看到有点想哭。对呀，和宿真的是欠哭。台北车子好多，很可怕。台北桥看最恐怖，那个机车桥超可怕。而且有些骑机车就是喜欢一直飙，一直飙，然后一直钻，一直钻，就是看到死角然后就要钻，然后一天到晚超速，然后就。就会一直出车祸，就觉得很烦。因为有时候撞到人，那个人也不是本意，我就觉得天哪，一定要这样吗？不能好好骑车吗 ？Hello, Lucky 桑。阿妈，我想推荐《Something Just Like This》的 Diablo Remix 给你。好啊，会专车，不要一直钻。哎，骑车真的很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真的怕。我在等红绿灯会专车，红绿灯应该是还好，就你如果确定是红灯，然后不会撞到人的话就还好，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啦。骑车不要超速，不然阿潘就到梦里面踹你们，糟了，会不会一堆人想被踹？每次一堆人想被踹，糟糕！好久不见了 ，Lucky 桑。然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明天生日哦，拜拜。哦，誰？誰なんすか？誰？嗯？何？何？嗯？猜我是隔壁棚雨喵。我南部的朋友还劝我别钻车，很恐怖。我最怕机车在死角未钻，原来骑快就能被踹。不要，我都等别人钻车，然后用行车记录器拍下来检举他，赚钱喽，不是？我最快90，下雨天50，骑什么90会伤？欠揍哦！骑90是怎样？欠揍是不是？阿潘，你脚够用吗？我一定每天。被你踹，欠踹啊！你们这些超速的，就是欠踹，遵守交通规则啊！你们，现在检举不能赚钱了，真的。鞋底磨香菜踩我，很臭哎！看来我应该适合去开高速公路。彰化骑90会一直被超车，为什么？因为我开连接车和油等车，还真的是看不到死角位。对啊，我觉得还蛮很危险的，这样子很危险。只要遇到大车都很危险。礼拜天 mini con 终于可以去看阿潘了，哇 ，Lucky 他，哇，终于要看他
个礼拜也会来啊，好多人都会来啊，好开心啊！希望有了上礼拜的经验，这礼拜可以不要再怯场了。我想说，要上场之前真的是大家都紧张到爆。我要爆料，连林杰都很紧张，林杰就说他很紧张。林杰要上场之前说：“我好紧张。”我不能去，不要难过。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阿潘有在怯场吗？阿潘超怕，好不好？阿潘每次上场其实都蛮惊的。阿潘是一个很容易怯场的人。你紧张就找我吗？对啊，我紧张就一直看你们，我一直在看你们，就是很紧张呗。毕竟第一次嘛，结果是好的就好啦，不可以再抱热情。哼。阿潘不会紧张之结束都会哭，怎样不行你？我没有哭，我之前在成大只骑五十，骑五十 OK 啊，安全。这礼拜做神位，坎坷完全不能松懈。涛哥这次坐哪里？林杰抱起来，给他温暖，让他不紧张。都不知道穿什么去握手会了，可是阿潘看起来超没问题，真的吗 ？Wilson， 好开心哦。紧张的话，我可以借你看啦。我有看你啊，叔叔，但你都没有在看我啊。但你没有在看我啊，叔叔，是重点啊。阿潘只怕铁壁刘海炸开，没有。你们礼拜天有看到我炸开吗？没有嘛，对不对？开什么玩笑？放开天使，让我来上车喽。那个充满挑衅意味，油条娃娃断货了，跪求割爱。阿潘这礼拜我们的欧牌，真的假的？哦，等下我们是哪个门？谁还有谁？还有谁是欧牌？欧牌的答欧牌下面加一，欧牌下面加一，我看一下有谁，我看一下有谁。欧牌应该就是我的左手边吧，是吧？很怕喊call会吓坏家属成员。L 牌，好远，预计换到欧牌的。一，哦，真的假的？你们都在那边了？刘海炸开跟唱错歌词，哪个比较可怕？刘海炸开，不是啦。L 牌中间最后一排 ，so far， 对位的 M 牌报道，真的吗 ？Golden 舅舅，舅舅，给我举茄子哦！我一定要认得你，舅舅，我要认得你的脸，我这次一定要认得你的脸，你给我举茄子哦。在台南算几排？TN 牌，TN 牌吧 ，N 换到 O 去的啊、哦，三兄弟的 O 牌厉害哦，没有牌的人路过不要难过，期待后半场。我 Z 牌没有，哎 ，Z 牌哎没有吧，没有吧 ，OP 没有后面啦，不要骗我 ，Z 牌是哪里？一牌报道 A。B C D E 哦，还蛮近的 ，Lucky 上，开心。阿潘，我有茄子照片，不然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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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给我看，来来来，茄子脸不好认哦，怎样大众脸吗？是大众脸吗？现在觉得欧牌比较欧，开什么玩笑？牌如其名啊，欧牌就是欧，好不好？倒批当天欧牌一定超香，香爆了！看吧，我就跟你说，做茄子形状扇子，大家有没有好好说冷静？城外在上礼拜叔叔的位置哦，怀怀在上礼拜叔叔的位置啊，不用担心，我认得怀怀，我认得你，不用担心。但是还是要举我扇头啊，还是要举我扇头啊，知道你没有做我，但是还是要举我扇头啊，要举一下哦，好不好？举一下哦。举个潘就好了，做音也没关系。新一举很久的潘哦，不是，他离开了一个中枪。我在这一排专心当地长 ，A B C， 你们每次讲一次我就要算一次 A B C D E F G H I J。哦，倒数第三排还是有救，我可能看得到哦。
牛排可以跟我说一下你在左边还是右边？当初在 M 排三欧爆，真的慧香那一天真的是欧爆。有没有小偶像跟你打招呼，然后你还可以没看到这么欧这么欧的位置？茄子就拔除了，茄子就没有存在感，所以求拿一根茄子好不？幸好没成员知我长什么样，不要跟。哎，今天是哎，啊啊 ，B 派的 B 派的，还是习惯讲不要跟 B 的。L 牌中间等你看，糟了，米索索远呢？没关系，我专心应援我的女神。塔瓦国在哪里啊？写个潘就好吗？对啊，写个潘就好嘞。上礼拜 M12 整场躺护栏，我爸爸直接整场躺柱子，好不？潘爸直接整场躺柱子，快乐。C 牌路过，可是 C10前面好像有柱子，真假？我努力看你哦，阿基拉桑，你要努力钻出来一下。上次 J 牌你没看到我的扇子，真的真的超远的，扇子真的会有点困难，我觉得。我爱周同学告白，突然告白。阿潘知道洗面乳是什么味道吗？不知道哎，不知道哎，洗面乳什么味道？家长应该是坐第一排，对呀。A4 哦，神级欧位，真的假的？等一下，谁是 A4 这么欧？我好吵，潘妈，对不起，哈哈哈哈，我潘妈说你们很有趣，哈哈哈哈，潘妈说你们很有趣啦。潘爸后来就跟我讲说，他们就讲说，哦，我们看你快要跌倒，我们也是心里一直很害怕啦，其实不要跌倒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高跟鞋没踩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自己啦。啊，真的假的？他们哥坐 A4 哦，这么前面哦，香香香。可是这礼拜就看不到潘妈，对啊，这礼拜没有爸妈，他们这礼拜不会去哦。刚洗脸的时候泡泡不小心跑到鼻子里，现在满嘴洗面乳味，不舒服哎。那我可以跟你们说那个凉感喷雾的味道，因为有时候那个上礼拜彩排完，然后就很热，然后就叫爵帮我喷凉感喷雾，然后就要喷下去之后，然后我就要跟他说话，我就跟他说好热，然后结果嘴巴一张开，然后一吸气就啊，知道了，吃到了，然后爵就跟我就一直笑，他就一直笑我。后来爵要喷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记得嘴巴不要张开，不然会吃到哦。爵就说不会有人跟你一样吃到啦。爵听七七说连家长也要抽选，因为只有一排啊，当然是16个人的家长都想去看，对不对？那这样32个家长那啊坐得下勒，基本上有平均分配到啊。他知道你很热啊，所以让你凉一下。我凉。阿潘可以推荐歌曲给你听吗？有，我刚好看到了，我只是现在懒得打字而已，好不好？那个很凉吧？我在日本买了喷过粉，舒服。对啊，本周收获是看到柏林吧，应该还记得长相，直接被圈粉了是不是？不知道潘妈看到我会怎样？有，他有看到你啦，他有看到你的扇子。阿潘，我 N1 哦，真的吗，阿贵？哎，赞啦，阿贵仔，赞啦！要跟我打招呼哦，有没有阿潘扇？有没有阿潘扇？你要有阿潘扇，要有阿潘扇，或者是你举绿色跟蓝色的应援棒，这样我会看得比较快，找人会比较快，因为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一到几号它是从左边还是右边开始，就是我的视野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间，
我彩排的时候仔细看，好像一号房是中间，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清楚号码到底怎么分的。对，只是大概知道在几排这样。会伸出一只比较显眼的扇子，不不不，本人他已经很显眼了，已经很显眼了，真的很显眼了。下礼拜举油条好了。我今天一直重播阿胖摇头很可爱。前天放 boom 的时候，阿胖摇头的时候录吗？Hello， 子飞的敦煌书局，所以你是书局吗？敦煌书局我偶尔会去、啊。你好，左侧一号在前面，是，所以是最左边还是最右边来着？上次 J6 从左边算过来第六个位置，所以左边应该你们的最左边会是一号。哦，那就是最靠近后台的那个位置咯。很有感觉，就会摇头对吧？是不是？你到新生站我打电话问你。彩排的时候偷看一下啦。可是彩排就是很认真的在彩排啊，因为彩排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像是场地就是跟平常练习的地板不一样，所以踩起来会有感觉会不一样。然后鞋子也会，就是平常不太穿高跟鞋，所以也会有跳舞起来的差异。然后还有像走位啊，然后灯光会跟着变，所以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光线，然后适应说什么时候要赶快跑上场。所以其实彩排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看，就去注意别的东西。彩排时候连表情控管基本上也没什么时间注意，就是专心在跳舞上面，就专心在跳舞跟唱歌，然后去注意说什么时候要下去换衣服，然后什么时候麦克风要关，然后放哪里等等。其实还蛮多地方要注意，所以其实真的没有时间看座位。彩排时候真的没时间看座位。他发现自己真的是中间，真的、哦，博翰是中间，第几排啊，博翰？像地好像比较滑，其实它下面是塑胶垫，我觉得比平常练舞的地方还要不滑，反而是阻力太大了，反而我跳舞的时候没有很多动作没有办法滑得很漂亮，像是热舞修行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然后要滑过去，然后其实它滑过去的时候那个就是脚没有很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很顺。彩排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啦，所以其实没什么时间看别的。一号在正中间，好。所以 OE 真的是 ，OE 直接是最 O 的那个位置，很 O， 然后又在一号，哇 ，O 排正中间 ，O 到爆。看来需要电脑椅，对，地毯会卡卡，对呀。原来是耐滑，反而导致成员脚卡卡的。对，反而是有点耐滑的材质，虽然这样比较安全，可是就是跟平常材质不一样，所以跳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不顺啦。等等，同学，阿蒙的玩具好多，阿蒙怎么了？阿蒙，你要买一堆给他，要买一堆玩具给阿蒙。哦咦哦咦哦，中间排跟左右排的顺序不一样，真的假的？我是21号在 O 排一，中间排也是一在中间啊，那两边都是一在中间吗？想听原阵，礼拜天你们有听到对不对？礼拜天的时候你们有听到吧？那个通通买给我的表情，中间牌也是一在中间，中间是32145的，六四二一三五，
这直接是一个密码呢。Hello， 发发推法法，所以我可以叫你发发吗？我有一个朋友也叫发发，好久没有看到发发了，我的发发小天使发发，想发发了。15号最后面什么都没听到，没事，这次一定听得到。H 牌超遥远。阿胖，我换大头了，我看看。阿胖 ，Q， 谢谢。嘿，线，你好。其实我没有听到，我觉得好可惜。好，那我们喊大声一点。应该都是1864213579，真的是密码哎。等一下我同学是密我，到底在干嘛呢？我看看。不是，是想发发，想听歌了。我觉得阿班你会喜欢的。放歌，放歌。阿班走，吃宵夜。没有，他们如果现在还敢揪我吃宵夜，我呛爆他们！人家不住校才揪宵夜，正在揪宵夜，跟我都不要懒惰。哦，感觉这样就通了，因为我旁边好像是坐二号。哦，那其实大概七号比较欧，随时都能看脸，是吗？阿胖走，去买铜锣烧喽！要关门了啦，关门了啦，来不及了，明天了。我好想吃铜锣烧，突然。阿潘还记得歌名吗？阿潘想要下次再放。今天懒得打字。还是觉得这首好听，我也觉得下次碰面就是握手会了。哦，十天后。谢谢海海送的大佬喝茶。你 happy 了，干嘛突然告白？谢谢令哥送的大佬喝茶，我很想喝茶，可是茶在隔壁。谢谢 Nano 送的蓝色应援棒。因为从木连署来前三个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背啊，哦对耶，期待周日的 MC 啦。哦，我已经想好了，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好了，请期待吧。召唤万能饭吗？不用召唤啦，快要下播啦。刚刚想要压线填序号，就阿潘卖完了，发发发发，我没有缘分，缘分发发，不会，虽然这个发发不是我认识的发发，但发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情感转移，是不好？在这里献上一首歌《爱情转移》，我也期待阿潘的 MC， 阿潘会加油的，阿潘努力有趣一波。这是真的被雷留在台上吗？哦，好伤心哦！乡土剧啊，完蛋！希望我不会闹过头，还是你们觉得不会太闹？期待星期日还会有不一样的歌，有非我不可的成员，真的不建议赌压线。我快熬过这个七土月了，加油大家！讲台语很棒哎，觉得好听，真的假的？欢喜呢！好不容易回饭店的话，发现我刚直接一个台湾国语，发现话题哎，我又台湾国语，发现话题参与不能，我一个留言要念三次，一个尴尬哎，阿贵。阿贵不难过，我们现在是到随便聊，什么都可以聊的。发现。可以再闹一点，对不起。
台语就是很有乡土味，很好听。阿贵在越南 happy，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阿胖一个没有出国过了，怎么用了？就不信之后的制服70张不会把你的凑齐。加油，希望凑得很齐。他说10月，我想要10月申请证什么，让我思考一下。10月的申请证，哦，啊啊，10月啊，好期待啊！10月的，好期待啊！哦，哦，10月的我蛮喜欢的。欸，不对啊，现在基本上申请证都是越拍越好，大家期待一下。怕砸钱预感，求提示，求提示吗？求提示吗？求提示吗？求提示哦，感觉蛮阳光的，就这样，蛮阳光的。钱包君死了，死了，钱包君会死啊！哦，下个月的哦，下个月的哦，好几张都好好看哎，就是还没有正片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正片还没有出来，在拍摄的时候，姐姐就有偷偷赖给我几张侧拍，我就哦，赞。超赞，超喜欢的，就是整个效果超棒，整张照片效果超棒。申请真买起来，最近在存钱补血，但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吊胃口怕，哼哼，吊一波，哼哼哼哼哼哼，在攀坑躲着先，还好握手券已经不能再买了，真的还好不能再买了。天哪，欸，这样子我很担心，到时候握手会想不到话题怎么办？我要跟你们聊什么？伸手服还没买，为什么还没买？提倡袜看不够吗？我从来没买过神鞋，难得，我觉得好像该把保险解掉。没关系，你可以吃便当啊。这次神鞋真的很棒，我也掉坑了。买起来，买起来！我有10月台控的钱，水手服生血的钱，生日会的钱要存，加油！原本不买生血的，这次真的太香了，是不是？我水手服还没买，今天结账日，明天定，赶快定！没话聊就行，7秒出目你。7秒注目礼，尴尬。阿潘越买越多包怎么办？默默就会去订单，一直加一加一加一。又在攀坑躲避李氏姐妹和诗雅，大家都太会掉了。阿潘不是掉诗系列 ，I'm so sorry。之前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粉丝说过，我感觉我有点，就是感觉我之前好像有点掉诗的感觉，我就那个马鸡盖，那个感觉好像有什么误会，有相处的时光就够啦。话题是，等一下啊，那你的吊饰吊很过分哦，我感受到满满恶意哦。那个吊是怎样？你是不是打错？不要故意给我打这个吊。我现在对这字很敏感，我真才把我的学生证弄掉，掉钥匙耶！我什么都掉了啦，烦死了，好惨！你在讲我那个一的时候有点掉，啊，真的吗？那三人想脱困，犯在他们的坑，这么强。掉，那也不行，掉证书什么的。对啊，
后我现在掉证书，然后又掉学生证，我都大四了，掉什么学生证？一张学生证用了四年，第四年的时候弄丢了。我决定要去教室走走看，因为我那天只有上一堂课，一定在那里。不然没有在那里的话，应该就是掉在早上去列印的时候，然后去全家，然后全家那时候跟我说。他跟我说悠游卡不可以刷，然后说机器坏掉，然后叫我复现，可能是那时候弄掉，所以我应该只能去全家或者是学校教室找，应该只有这两个地方了吧。我学生证不是200，里面有钱吗？重点就是里面有钱，我早上才存100块进去，里面有150块，150块可以吃2个便当，150块，我可以吃一整天的餐钱，一整天的饭钱直接不见，我要哭了，我两张学生证，我们学校后来改科大还要发一张，真的假的？还掉了苹果这个粉丝，为什么很难的？难的，为什么会掉了这个粉丝？大四补学生证最贵了，大四补学生证真的很亏耶。我可以点一首掉了吗？不行，我现在很敏感，两张升学证就这样被阿川丢掉了，对，我很伤心。这两张好伤心，150吃两餐有点不够，够了啦。我是最后一届有两张的，去装水啊！哦，对耶，去泡茶茶了。哦，对耶。对啊，掉了。有吗？我哪是掉失啊？没有掉的感觉啦，完全没有。你没有感受到吗？苹果是掉去哪里？掉到栗子堆，对，它掉去栗子坑，它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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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咕哩，直接合理化它一个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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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哩。谢谢本身推送的 sweet candy， 下面直接小宝，那我发现最近西西都没有来看我的台，周同学已经11点半了，真的假的？我明天还有课哎，完蛋。是不是该早点睡？怎么突然冷战？没事，我最近都在点名啦。有些知名粉丝最近都不来看我台，有些知名粉丝最近都不见了。知名粉丝是掉东西的大师，哭西西睡觉吧，西西应该蛮好翻。对啊，可是他都去看栗子，然后他还说他没推栗子，很好笑哎，不觉得很好笑吗？我们要在这里公然 diss 西西一波。可是西西没有推阿潘，那为什么西西不来看阿潘？这样不合理啊！西西爱屋及乌，爱林杰就要爱林杰迷妹哦，不是啦，开玩笑，哦，没有啦，偷看一下隔壁草圣知名粉丝。明天有课早点休息吧，周同学，我喜欢你，好。之前好像说苹果都栗子推，对啊，三颗哎，他们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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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很多个，林杰明媚太多个，西西只有一个哎，好像也是。小蜜蜂默默闪边，你知道西西主题曲召唤一下，你说那个吧，你看那里有西西哟，你看那里有西西哟。阿芳明天上课加油，礼拜天下礼拜天见，好的。没有在云泉呢 ，Lucky 加油！我觉得 Lucky 也是蛮忙的，而且昨天比赛也在哦。我跟你说，我昨天看完那个邦邦跟兄弟的比赛之后，我跟哥哥直接卡在，就一堆人卡在那个纪念品商店里面，直接走不了。我们直接走不了，为什么？因为那边有荧幕在播统一跟拉米狗的比赛，然后昨天就。3-0啊，3-1啊，3-2，9局下半，然后原本3-0，统一原本要赢了，然后就两人出局，满垒，然后我们就差不多了，然后就逛一圈回来，3-1，再逛一圈回来，3-2，再逛一圈回来，3-3，我这。
跟我哥说我们回家不看了不看了，一广告大家直接散场，先绝望一波。平手收场，对，听说打到十二局哦，我刚问我哥的，听说后来打到十二局，我的天哪，太太买菜你，怕怕小文表示。棒球才两出局才开始好吗？好可怕呀，真的好可怕。那边就一堆人，一堆人在那边。以后要叫乐天，以后叫乐天什么？现在是 Lamigo Monkeys， 然后以后叫什么？乐天 Monkeys 吗？还会是 Monkeys 吗？还会是猴子系列的吗？金啾，还是茄子？哎、欸，这里要讲清楚，这里金啾等于茄子，我们这一台金啾等于茄子，好不好？问茄子，名字还没有取吗？卖给乐天了，名字还不知道。棒球只看漫画跟动画的人，真人版也不错哦，有帅哥哦。昨天看到一堆那个 PJ 的迷妹，一堆 PJ 迷妹直接冲到第一排，拿着应援板，然后冲到第一排 PJ， 萌耶，超可爱。乐天桃园队神奇哦，乐天香菜队拜托不要，听到乐天只有满满小熊饼干。乐天小熊队什么有帅哥，一定有啊，开什么玩笑，小花贤啊，你们看看小花贤还行啦。嗯，只确定不会叫拉米狗，对，现在不会叫拉米狗了。小熊饼干是罗德，乐天桃园不太好吧，会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乐天 monkeys， 乐天 monkeys， 这样。下个球季是，谢谢本人神胎送的荧光棒。阿潘是花钱推吗？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推任何人，直接一个，我现在直接一个冷静看球。我昨天一整场都好冷静哦，怎么回事啊？只是昨天那个高国林一个场外全垒打，然后崩，就是直接飙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啊，直接一个大尖叫，太嗨了。看到全垒打还是会很激动的。哎，昨天罗莉其实投的超好，昨天罗莉其实投的超好，然后最后输球，我真的尴尬。而且兄弟得的那两分还是我正在进场的时候得的两分，我直接没有看到那两分怎么来的，很伤心耶。昨天罗莉不是那个罗莉上车，知名粉丝素素来了，陈世鹏跟国林也不错，帅。高国林真的是状况很好，他昨天每个打席都上垒耶。两边都是目前最强投手，对啊，原来阿潘是萝莉控，不是，我哥才是哦，不是，我不是说那个萝莉，不是上车那个萝莉，是那个啊，萝莉，姓罗名莉，萝莉，好像也不是姓罗名莉，反正就是萝莉啦，哎呦，洋将啦。小宝哥哥被买，他还有萝莉球衣，就不是那个萝莉，哎呦，我是啊，不是，没事。我第一次听到萝莉的时候也笑了，超好笑。哦，哥哥你喜欢萝莉？哪尼？萝莉可以投球吗？阿潘妹妹注意时间，好。潘哥保护协会要上工了吗？我不是乐乐哥。乐乐科的萝莉，呼叫潘哥保护协会狗妹，那塞越描越黑的萝莉。哎，我好像应该要开始念排名对不对？真萝莉控，越描越黑的萝莉，超尴尬，尴尬。哎，我一直觉得我这样讲话就有抖音听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如果打成字的话，大概就是尴尬，然后中间会有一堆 WW， 就变尴尬。中间就是 WWW 那种感觉。潘哥保护协会听到是乐乐科应该倒了喂。对了，今天发夹很可爱，谢谢。今天夹了超多个，走一个浮夸风。尴尬有吗？哎，我有一个抖音哎，有没有听出来？我限动打潘哥会自动跑出自传呢、欸。哦，你说打潘哥，然后没有保护协会吗？太伤心了吧！以前一堆洋将名字更怪，例如怪力男。
真发夹很像流星雨，有哎、欸。阿潘不理我，阿潘没有不理你，阿潘只把头啊，不要这样强迫我。阿潘只把头啊，不好意思。不行，我觉得有人快看不下去了，我还是正常讲话好了。什么流星雨？陪你去看流星雨，来，会唱的下面接歌，完蛋，暴露年纪一堆人。陪你去看流星雨，阿潘要这样读排名吗？这样读吗？小宝，那间电影，楼下老人快骂脏话了。周同学快念排名，那也要他打得开啊。落在这地球上，糟了，暴露年龄。不好意思，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他要打开啊，你要跟他说时间差不多啊，现在是他不配合呢，对不对？落在地球上选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那先来个截图时间吧，好啊，我之前有个同学都这样讲话的。配合一下，没有办法，手机群安安，好烦哦！大家都开始，我快笑死。配合一下，太可爱了，谢谢。不行，哇！我笑一堆 WW。你们，而且你们打数量还一样，超扯，小宝，才哥怎样？抖起来，今天忘记要一开始就开始开机，它就变成现在这样子。啊，这个真，彩哥发文就会有一段删节号，所以我现在是整个彩哥上身，是不是？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彩哥。我刚才居然有一瞬间在找啊啊啊啊啊的罐头，有这个啊吗？有这个罐头吗？哇哦，这抖的有点像网络跳针，我自带电音哎，哇哦，奇怪的能力，找潘妈支援，我整个傻眼，栗子有色，真的吗？真的假的？他有设这个罐头哦，他到底要不要开机啊？同学可以配合一下吗？抓到，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有看栗子的直播。啊，他为什么跑不出来呢？用脑袋敲一敲，敲一敲，敲一敲。我突然想到，我好像也拿那个茶叶蛋敲过脑袋。跟你们说为什么好了，因为有一次我要吃茶叶蛋，然后我在爸爸的车上，然后我就跟我哥讲说，我在车上没有办法吃茶叶蛋，
然后我哥就跟我说，那个茶叶蛋就可以往自己的头上敲一敲，就蛋壳就会裂开，就有办法剥了。然后我就很笨的直接敲了头，然后下一秒才想到，不对啊，不就敲车门就可以了吗？直接一个被骗 ，QQ， 然后我就这样子 Q， 痛，气死我！哎，妈妈来了，哇！阿姨，你好。哦，干温，他真的一直打不开，顺便把这个还给哥。谢谢。好，一个头。哎呀，飙车！哥哥给你一个坐垫，没有，哥后面那个，就是我刚后面有挂一件外套，那个是哥哥的。然后我要来念排名，怎么念排名来着？啊，怎么念排名？他到底要开到什么时候？我等一下还要花时间关机他，你知道吗？超不开心的。我操作一下平板，很久没有用平板，不太知道要怎么用。贡献榜，他还在震动哎，我不想理他了。念排名，你们不要再抖了，好很笑，好烦。不要玩茶叶蛋，正起来好吗？不要。哇，阿潘在线上，阿潘念不了排名，我要念排名了，我要念了，就是现在 ，right now， 姨妈的，好。咱第十五名是阿华，谢谢阿华。第十四名是阿潘额头七公分，谢谢阿潘额头七公分。对，他的那张照片就可以看阿潘为什么额头七公分，赞哦。再来第十三名是玉祥，谢谢玉祥，我下次再播你推荐的歌。然后再来第十二名是伊乌吉娜，谢谢伊乌吉娜。再来第十一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Happy Love 礼拜天会出现吗？我想看你的闪闪。然后。再来第十名是博弈，谢谢博弈。再来第九名是傅维，谢谢傅维。傅维真是不太讲话，好像很少回到傅维的留言。再来第八名是怀怀，谢谢怀怀。啊，还是等一下，哦，后面我前五名用别方式念。再来第七名是任品君，哇哦，任品君。然后再来第六名是安娜，谢谢安娜。再来第五名，第五名是阿六，谢谢阿六。第四名是汉汉，谢谢汉汉，谢谢。第三名是维哲，谢谢维哲，谢谢你。好烦。水水，谢谢装水水，好难念哦。装水水，最后第一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好抖，我好强哦。乖乖的，我也觉得我乖乖的。怎样？后面的后怎样怎样怎样？下面是要申诉要重念是不是？要重念是不是？这时候正常讲话一定是怪人。阿潘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下礼拜二，好像念北圆圆会比较好玩，真的吗？是不是北圆圆，北圆圆。写教台爸爸，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抖的，哎，为什么可以抖音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期待一下张水水的 report 怎么写，他就直接从头到尾 report 就今天的 report， 不。
不说了，我先去旁边爆笑十分钟。今天抖音班，今天很冷，好冷哦。0919微瑞风，好抖哦，这个网络讯号不稳啦，刚是网络讯号不稳，大家都误会了，好不好？不然我礼拜天 MC 就这样讲话。大家好，大家好，我不行，那好笑。晚上你麦要顾好。抗议这种 report 是骗子术，这好烦哦。全场，哈哈哈哈。说到驾驭就是好哦，我的你就是阿凡。好了，我要关台，烦死了。下礼拜要见了。哎，不对，不是下礼拜要见，礼拜天见。礼拜天见，拜拜。礼拜天啊，礼拜天要来看，他还在抖啦，他比你们还抖啦，他可能还要再抖两个小时，我不想理他了，就这样吧。礼拜天见，卡弹了，皮卡弹上线，皮卡弹上线，拜拜。真的觉得什么事？礼拜天见 ，MV 要给我刷起来哦。好难，好难打勾。太个，哎呀，塞吧，拜吧，太吧，拜吧，舅舅。要举喷喷扇哦，礼拜天见。我笑得好累，大家拜拜。都飞，拜拜。最后我不知道 Yuna 在不在，但 Yuna 生日快乐，拜拜。自己的公演自己毁灭，糟了，许下心愿。七七表示够了，我得被七七掐死，不行，大家拜拜。好，我算了，拜拜。